去吧。等一下啊！让你们等啊，烦死了！三个神经病，我们公司的科学家疯了。我先给你介绍一件东西，可以吗？你讲，你讲。你先看我。好，我看。这是一个机器人，我发明的。好。智商是250。你叫他往前。往前。哦。叫天天挂千金。你不要看我裙底风光。你叫他穿过这里。好，穿过这里。穿过这里。穿过这里。你腿太短了，上去一点。上过。也没有这么短，好不好？再来一次。你真的，你刚刚有踮脚才过得来。没有，你再来一次，哥。你们两个玩一个垃圾桶，玩得那么开心呢？过来帮我看看尸体，他到底怎么死的？